我们什么叫做怀孕初期呢？也就是停经到12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称作一个怀孕初期，也就是早期妊娠。那么早期妊娠呢，由于母体的激素水平是一个旺盛的一个阶段，同时呢，由于受精卵的合体细胞它会分泌一些HCG， 那么这样呢，刺激我们母体内的甲状腺素、肾上腺素，所有的这些都有分泌的旺盛，所以呢，母亲在早孕阶段，她的体内内分泌的一个不平衡，造成了她一些症状，比如说一开始，那么她会出现一些乳房的胀疼，这种胀疼来说，持续时间会比较长，而且疼痛的时间也长，而且疼痛的程度呢也比较重。第二个，有的时候一些人会在停经6周左右出现了晨起的一些恶心、呕吐、干呕。那么第三个，也有一些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怕冷怕热，怕一些特殊的气味，那么本来愿意闻的一些气味现在一看闻到也是不行，也引起恶心。那么第四个，有人挑食，那这种挑食平常的话都非常喜欢吃的这些食物，这个时候也不能看也不能见，所以呢这种时候来说的话有一些挑食的症状。所有的这些症状来说，其实都是一些早孕反应，只要这些早孕反应没有影响到孕妇的正常生理生活，那就没有特殊的一些问题。当然也有一些孕妇非常的幸福，她在早孕阶段没有任何的不适，那么仍然可以正常的生活，仍然可以去进食，那么这些孕妇来说就非常的幸福了。所以说早孕反应会有，但是程度不重的话，对于孕妇来说没有太大的危害，也有可能没有早孕反应，所以不要惧怕早孕反应。